请出庭。从说话方式看他值不值得信赖，研究发现常用哪种方式说话的人更值得信赖。 A 爱说脏话， B 思考后再说话。请作答。大家都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很值得信赖耶。可以啊，有啊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爱说脏话的人，其实有心理学研究，因为脏话有时候是不经思考就出口的，代表他这个人比较没有什么心机。你要讲出来，他是比较诚实，比较诚实，没有什么心机，做人又正派，值得信任，而且还很照顾后辈。没错，这样子的人很爱说脏话，代表他的人呢，其实是非常好的。你讲到的，你讲着怎么好像我承认我在讲脏话？没有啦，性情中人。那反而有时候思考很多，代表你看爱说谎。你会想的比较多，所以就会变成说你不是这么直接的情绪反应的人，代表你这个心机啊比较重，比较不值得。他讲话要思考，就这个考虑到底要说真话还是谎话。对啊，像我们这种就有话就直说了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加2000，16000，我先算一算，16000再加到我们戴伟山也是26000。有点距离哦，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创下我们有史以来莫凡心？如果到你账上，你是创下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目前奖金最高的，所以继续加油喽！是，来第二题，请出庭。喝茶的苦涩味不是靠味觉品尝出来的，而是靠哪个感觉系统传到大脑 ？A. 触觉 ，B. 嗅觉，请作答。哦，分胜负了！哇，真的假的？啊，触觉是我们戴伟山南极说，是哦，触觉，因为这个跟薄荷凉凉的感觉一样，就是感觉凉，或者是像涩味，因为它叫苦涩味，不是只有苦味，它长得涩，就涩应该是个感觉，我会觉得粗粗的，所以我觉得是触觉。因为这一题其实我好像曾经在哪里读过，然后我实在记不得是触觉还是嗅觉，但是我记得两个说法，就是因为它，我记得它是有一个好像舌下还是鼻下，因为我就是记得舌下或鼻下的某一个东西，所以这个我也只能猜了。但是我记得它是有一个感官，可是它可能是有一个东西去刺激它，那透过触觉跟嗅觉都有可能刺激到。所以这我真的是猜了，像辣椒是痛觉嘛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到底是嗅觉还是触觉？正确答案是 A 触觉。对嘛，涩味呢是指口腔的细胞遇到这个涩味的触发物之后，你觉得你的舌下被拉扯，然后有皱在一起，脏脏缩缩的感觉，这不是直接味觉的细胞的末梢神经哦，而是经由三叉神经传达到你的大脑，所以它不是一种味觉，而是触觉。而辣味呢，真的就是热觉，像在国外很热，它有时候很辣，它会说"hot"。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觉得好奇怪哦，原来 "hot" 就是 spicy 的意思。那芥末的呛辣呢，是痛觉。对，有时候吃到呛的痛到头都哦，对不对？吃太多了嘛，芥末。来加1000，17000入戴伟山的账户，你27000只可惜莫凡心36000，他没有创最高，但已经很高了。恭喜莫凡心成为今天的获胜者，进入最终战 Battle ATM。警察卡，他今天要挑战的是36000，这是你的权利。来，金库请开了，里面有36000是你的，你好好啦。来，请看密码的提示。密码提示，我看一下哦。分别是总笔画44画的胡瓜认成胡志强，或是总笔画47画的穿西装跑夜店。把胡瓜认成胡志强，那是指鹿为马嘛？那很简单啊，天差地远。对啊，天差地远我不敢讲，胡志强很有成就的。你也有啊，你也有啊。那穿西装跑夜店呢？穿西装跑夜店，大费周章，大费周章，对，假鬼假怪嘛，假鬼假怪，对啊，人面兽心。
对不对？人面兽心不错哎、欸，人面兽心就穿着西装好像很正经跑夜店嘛。哦，跑夜哦，盛装打扮可以吧？衣冠禽兽，衣冠禽兽超过47画的、哦，类似像这个，你要去想哦。所以你想选哪一个，放弃哪一个？我选啊。穿西装跑夜店，哦，衣冠禽哦不是，来请锁定。如果是人面兽心，有机会穿西装跑夜店，请锁定。那我们看看胡瓜认成胡志祥这个成语是什么？来，请看，你放弃的张冠李戴、哦，这个还比较简单呢、OK ，还 OK。哇，这个选前到47要穿西装跑夜店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拿起笔来。好好好。如果看完答案，看完题目马上计时一分钟了，就要开始计时了是不是。来，请出题。道貌岸然，计时一分钟开始，清楚。清楚。我顺便给你们看我们字有多吵。好。几画？几画？什么意思啊？这边，这边。啊，貌。天哪！好，来这边，用这边按笔画。什么字啊？认真吗？哎、欸，不是这样子问的吧？美术系的吗？好，来。好，哎、欸，确定。哇，这样应该不对，这样几秒不对，这样一定不对啊！40秒，你还有20秒可以修正。道貌岸然，大概可以看到那个草书吧，对吧？完全看不出来哎、欸。对，张旭，张旭哦。我、那個，所以我作文才在没。这个怎么给分啊？我不相信你平常写字是这样。我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怎么可能？因为我自己做笔记，偶尔还是要写写字。这样你认得出来自己写什么、啊？人家以为你在公庙画符啊。真的耶、欸！我的字真的长这样。我如果要写一封，就是很。情书或什么，一定要对方看得懂。我一个字，我算过，大概要花2分钟。密码是12140814。对或错？不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字数应该都不对了。好，刚刚用几秒？你还有20秒可以修正。我看一下、哦，到底哪个字错呢？来，请开始计时，20秒。这差不多。啊，倒是这个倒1234。好好好好，来来。赶快清楚啊！来清楚。可是其实也没有差很多哎。好，清楚。然后，按，笔按。哦，要写字。对。啊，好。他这个好，给停了。好。13140814，对或错？对。正确，我看一下。那是不是刚跟我的答案其实蛮接近的？只有燃错，我只有燃错，我燃错了。可是我燃是写这个燃呢、欸，真的是有认真在写字，只是大家看不懂而已。可惜。哎哎，谢谢，请关闭金库，谢谢。史上最艺术的挑战者。拜拜 ，money， oh my cash。道貌岸然应该是说像什么神棍级的人吧？假正经，对，假正经，接近天嘛，假正经啊，结果不是你想象中这样的。很正经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好好介绍您的作品啊。好，我这一次发行了我的全新创作 EP， 我的好，你没有滑到。讲说是这个，可能网络时代下，我们可能自己不是不够好，只是刚好。就是在这个网络声量里头，就是刚好没有被滑到了。我们出这么简单题，我们的好你也没有，我没有，你没有领到，啊、不是没有滑到，可惜啦，是。谢谢各位今天参与我们节目，谢谢晚上8点锁定，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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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安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很好玩，谢谢 Sandra， 谢谢 ，Thank you， Thank you so much， 放节目，真的很棒，很有启发性。Battle ATM，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